你还什么？还有啊，还有惊喜。为什么呢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Hitch the Boss。So， 今天的主题就是男朋友到底在淘宝买了什么？你知道女人最喜欢什么吗？什么 ？Surprise。OK。快点。快点。儿子，不要起来。淘宝开箱。我的妈！这么傻哦。老子没钱。那这个。大片。里面是什么来的？什么鬼？你还什么？你们看这个是什么来的？可爱耶！你买三个恐龙给我用吗？几可爱！你买的很少哦。这是什么鬼？这样子不是会掉哦？你买的吗？你买的淘宝？所以可以这样转，这样转。喂，好不好用？好看，你这样看啊，变态哦！这边想要请你装，什么鬼？这个是我，你看那个小动物。来，我们交换穿。大家好，我是动物管理员，你是我的小猪猪。这个我喜欢，哦，好美哦！什么来的？这样漂亮，性感小天使。这件裙有没有太短了一点？这是给幼儿园学生的吗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哇，还有啊，还有惊喜啊！哎，还有了，哎。卫生棉啊，什么卫生棉？乱公带啊，还有双小花。赚钱，不如你带。我又没有乱公，我弄。要学的是不是？会不会受死的喂？大家好，这里有说明书哦。哎，不是啊。希望我不在你旁边的时候，这还是我自己独自的。你什么感觉吗？爽啊！什么爽？你什么爽？日日的爽啊！有什么感觉？太少。很贵了啊！还有啊？没有了啊！我们的开箱暂时就到这边结束，拜拜。我们没有数据啊。我们有数据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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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